大家好，我是布拉德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在第一个岛的最后一天。因为明天要坐飞机去下一个岛，所以今天就不能潜水了。原本计划中呢，今天就是吃吃喝喝。游个泳。再做个 SPA。顶多呢，早上早起一点，去拍个日出。总之就是轻松惬意的过一天。然后呢，到了晚上，我想要不然再去拍个日落。结果我就马上跑回房间，抓起浮潜的装备就开始往那儿游。游到了，发现手机竟然还在拍，我自己反而是呛了两口水，不得不给苹果手机点个赞。后来听朋友说，苹果手机5年前已经防水了，但也是有惊无险吧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